にちょっと。一把把他推开，他根本就推不动我，我趴着他根本就推不起来我。不是你配合他，他一使劲，对，你把他推开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这样，你稍微站起来一点。看到了你怀孕没有？你怎么会有我们家门禁卡？你怎么会有这家的门禁卡？这是他家的，我还用问吗？来。太不容易了，作为一个孕妇还要来拍这样的戏。哎，在这里觉得我不逍遥，我又快放了。啊哈！哎呀，被拿走了孩子，抢孩子干啥？